大梅沙怎么预约？大梅沙三面环山，一面环海，长达1800米的海滩就镶嵌在这青山碧海之间。沙白且软，海水也算干净，海浪适中，相比其他海滩离市区更近，而且不收门票费，这使大梅沙成了深圳最受欢迎的海滩。周末和节假日，每天都能吸引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游客进入，免费预约入园。管理模式自5月1日起，在每年的旺季期间5月到10月实施，限定一天可以预约人数为8万人，约完即止。不过要记得带上身份证，而且大梅沙是刷身份证才能进去的。